停停停，都告诉你多少遍了，三伏天不能做剧烈的运动，会伤掉我们的阳气。那我这肩颈脖子疼啊，一转都直响，这里面怎么办呢？这个好办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不跑不跳能够灵活到我们的肩颈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动作虽小虽简单，但是作用非常大。来，我们将双手前伸，掌心相对，然后慢慢的向外翻，用力掌心朝天。这个动作叫做纵肩，然后我们再将手心向内，然后尽量的向外翻，这叫沉肩啊，纵肩沉肩。就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至我们的肩膀微微发热发汗为止。你做它个三五十个，你就能感觉出来你的颈肩特别的舒服。就这简单的一个小动作，大家每天坚持练习一个月，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，让你的颈肩毛病全没有。大家看完不要着急划走，点赞收藏，每天多练几遍，关注何以老师，不活九十九，谁也不许走。